虽然还玫瑰不体态，但一样还是超美呢。方志佑产后首度现身，担任追梦大使，除了聊他近期复工的新戏外，当然还有宝贝女儿米娅喽。常常就是也会看到我们就是有分享米娅的状态，她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戏的小戏精。那家里多了位新成员，米娅有没有好好照顾弟弟啊？可能我要喂她喝奶啊，或者是吃奶嘴，她都会说我要帮忙，然后就说啊弟弟好可爱哦，然后就摸摸她什么的。虽然有时候力道可能下得有点重，但是就是觉得哇，原来就是生两个是这样子，看到他们两个很有爱，真的会觉得很满足，很有成就感。不过米娅也已经两岁多了，好姐妹昆凌都已经在为小周周找学校，两人有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呢？跟好姐妹是谁啊？你想说谁啊？是他们现在也两岁多，也还没有真的那么急迫，所以就是慢慢想。没错，孩子的教育就是需要时间好好想呢。